主料，白菜150克，根长菜150克，辅料油、盐、酱油、葱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白菜切片，根长菜洗净，根长菜切断，锅中放中花爆锅，倒入白菜煸炒，倒入根长菜炒熟。烹饪技巧，因为有人不知道根长菜是什么，所以特别拍了张图片。这种菜不宜炒时间太长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FOWN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